白狮湖是台北市唯一一个休闲农业区。唯一一个台北市有休闲农业区，去年七月一号才投资。对对对，没有上来过的几种。那个吊桥啊，它的工法是跟它在日本唯一另外一座吊桥的设计工法是啊一样，只是外观改变。那它的原始意象就是啊，这是一条这个在天上飞的那个龙，那我们是走在这个龙的这个脊椎骨里面。那个白狮湖吊桥，好，第三沿，然后这边有上面有一个铜仙子是修去做的，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边还有它的古厝跟农船，皇室古宅跟农船，皇室那这边有大轮头跟一个叫鸳鸯湖，所以有一些景点，然后加上一些在地的农家，那个景点其实都有步道可以穿。那有草莓，有蔬菜，那远方那个就是我们给游客 DIY 的教室。个别的农场有个别的那个方式。那像我们主要其实是除了草莓跟蔬菜之外，我们农场办石农教育的体验是最多的。我们大概八年前就开始叫石农教育，也就是小农夫的营队。我们从八年前就开小农夫营队到现在。是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帮那个美股宣传一下，打一下卡。没问题，这个要上市的那个。